迄是比面子较要紧的，因若有炸，咱就咧食迄免钱，对不？来来来，千弟，别讲我对你无好吼，来，哎呦，来，你来，你对伊足好个呢，对个，你来佚佗，你闹紧张？哎，为虾米？你有这个紧张？你专门干？哦，我这紧张是今仔摆卡的朋友互我来哦。而且哦，因讲哦，因为我昨暝吼，心肺肺唱得足好听，所以吼，送我紧张。而且哦，我重点了变，因讲哦，因被变成我的忠实粉丝。哇！塞你妈的！我昨唱我就无人听我，为虾米？我哪会？你想下嘛吧？哎，干那你有呢？好会当用我。嗯。啊？对啊。你问伊，我昨唱就唱一条歌有无？有好听无？啊，你有准备吃的话无？你看，冇意思啊！你来佚佗，嗯，哈哈，再去一个查某囡仔，哎呦，送你一个爱心早餐，我给你比一个。哦。哎呀，别讲那个人家，无人，人西，你是惊吼？我去给他通风报信呢。你今晚要做了袂啊？做你的代志啊？不是我要做料杯啊，哦，是我若无做料杯啊吼，我自己会先死哦。哈，你好吼，嗯，真的啊，有可能啦，无你即摆就专工要来安尼甲我创滴就对啦，无你代志莫管啦。不是安尼讲，因为吼，因某是阮表姐的厝边的隔壁的阿姨啊，伫迄个阳光剧场内底过柜台的迄个隔壁的上下四行的。阿姊，迄个熟悉，即等我。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我若无做了袂啊吼，甲通风报信吼，哎呦，伊会甲我拍死哦。嘿，好歹我做你熟悉哈安尼啦，师兄在这里，你要听我这边还是听伊边？我当然嘛是听伊边。你我感觉你袂晓安尼哦，你一直做迄了袂啊，天公袂甲你创诶。好啦，恁三那个么的差么的么的垃圾仔啦，赶紧啦，车准备好啊！吼，哦，你今仔在顶头，你今仔迄顶精彩表，咱来对着，较紧行啦。讲到这个顶头，真有精彩哦。好啊，昨看到迄哦，代表东方的这个清凉，对对，都有这个白虎，对对啊，东方西方。安怎拢有拍过招呼啊？嗯，阿胖哥，咱今仔较有可能会当看到北方甲南方的顶头啊！未瘾甲你讲，所有的顶头，厉害顶头伫咱桃园大会师，咱当然有机会拄着嘛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所以咱东方青龙，西方白虎，啊，你表示讲今仔有无机会再看到南方朱雀，他北方玄武龙？我来甲你讲。哎，我今日就知啦，卖搁踮咧拍麻咧，紧啦，你这唔好大家出国。哎呀，莫想，我刚刚哦，今仔天气袂歹呢。哎呀，阿妹，阿那，你来这乱来哦。哦，当时咧结婚公公，紧来啦。我那不是咧生囝啊。紧来，手卖卡喏，啊，你来，出发，来。快乐进香团出发喽！快乐发下去！好梦美，好梦美，梦回来。
啦，我无安看。你卖讲，你都是想着自己人。无啦，我真正无想着啦。是卖关系，重点在你想着，你想着这样，你的初恋情人哦。恭喜啦！我是安尼讲，我想着我母啊啦。你讲你想着啥？我老母啦。你想着恁老母，就想着恁老母。啊，你伫遐哭哭哭哭哪啦？你在家看呢？我是健康啊！我甲恁讲，我想着我妈妈，恁就当作我是妈宝啊！啊，妈宝的妈宝，有妈的孩子是个宝，有什么不好？不是啦，胖哥，那昨天我们表演很够精彩啦！啊，我就是看到那朱雀哦，安尼照顾野囡仔哦，安细只鸟哦，安尼对细汉安尼捏捏捏捏捏捏捏，捏到变大只鸟啊！啊，放一杯哦，安尼。浴火重生，迄、那个画面哦，让我想到吼，阮爸爸无在时阵哦，就是阮妈妈一个人哦，安尼甲阮遐囡仔哦，安尼叠叠叠叠叠，叠到这尔大汉，我叠到安尼哦，叠到这尔缘投，啊，听到这尔好听。对，原本感动的故事，你莫家己加一挂有诶无诶，迄只诶人听着目屎拢搁输着你。无啊，因大家拢有认同诶，拢有拍拍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看拢拍拍啊。好啦，你即摆是恁妈妈伟大，是你伟大？我妈妈较伟大啦，我妈妈最贤生囝的啦。啊，到底是恁妈妈伟大，还是生出你这个你弟个你啦？伊就是哦，我妈妈在我心目中哦，我最感恩伊的啦。所以我感觉哦，伊就纯粹是一只太阳神鸟同款呢。每一个妈妈拢真伟大啦。啊，是讲我讲朱雀是神鸟，安尼他们就不敬的，好不？不可能的，心灵拢是自卑的嘛，吼。你按我讲拢 OK， 心灵会原谅你啦。对啦，你这吼心灵原谅你吼足久啊啦，无差这一届啦。哎呦，妹妹啊，啊，即摆其他地方那个话，你只要朋友有把塞要练。啊，我就是讲吼。伊咧想我，啊，结果我唔想，想着伊妈妈。想你的虾咧，什么虾啊？想这唔是虾。好气质的，唔好。嗯啊，我哦想讲平常时迄陈梦贤咧三八三八啦，啊原来伊嘛有这么辛苦的故事哦。唉，无啦，一点仔拢无辛苦啦。我妈妈吼，我阿兄吼，拢足照顾我的，所以一点仔都无辛苦，拢无辛苦。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吼，陈梦贤呢，一开始出来时一工赚不偌济，五六百块啦，一千块啦，即卖伊妈妈，伊厝的算钱算到手碰下。这我都要来补充一下。你下半间有几多？下半。过这么侪年了，咱梦贤算讲我那是真优化的资金啦。是啊，较早一工五六百块，今一个月五六百万安尼。这种不友好的对了，我就是欣赏你这点啦。来，今天怎样呢？你看阮导演团的 special 无？要看无？没，没讲 special， 叫我来，叫我来，叫我来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愿是那火鸟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。哎呀！没有，好好来处理一下哈。咱大家小小困一下，明天我带恁大家来去看另外一个顶头的表演啊！千万唔好走，了解哈。
小休困一了，啊，雨来咩惊？天无走好无？你两条要紧无？我就是在，大家拢尽在好唔好？好，安尼真好。哎呀，哎，啊，你那个处理好势呀？妈，又搁出来嘛？哦，乱七八糟个那婚礼，哎呀，啊，我迄、那个我才看到一个人，你都会容易点呢？花生，哎，浩哥，有，看到一个人，一个，一个香炉呢，你们做啥？那个叫青炉，啊，青炉，青炉，那个叫青炉柱，哦，一打七七波，柱旁的青炉，伊就是要迎接新娘、新郎啊，还是咩红香的这个礼数，伫进香团的上头前，为进香团来开路，青炉柱。哇，哎、欸，很帅呢！这锦罗手一定爱查甫的吗？诶、欸，看到是规定拢查甫了，但是今麦时代无同款啦，查甫人卖使当做锦罗手嘛是有诶哦。重点是爱有够虔诚，体能爱有够，我都吃苦，尤其伫咧游会游泳的时阵啦，那是讲锦诶锦罗手，主要是一不停，一直精神，一直接教，迄是有够辛苦诶哦。好厉害的！哎，大家哦，来红这边详细看，这几条出来几条熊啊，有一个团员有甲我教，哎，好，你讲看卖咧。观众是吼是咧台湾的原生正土哦，啊，伊个脚步吼较阳刚，啊，嘴吼有这个獠牙，啊，两边的鬓角吼有这足长的鬓毛哦，啊，手吼拢提三叉尖枪，啊，有虎牌、手炮、火枪，啊，若北卡将吼就较无同，伊个脚步吼就较阴柔哦。啊，无了解嘛，无病魔哦。啊，手提开钱啊，够两百啊。是，我感觉吼，你背这个卡本背了咧，明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等下吼，咱这个将秀啊，这个演出哦，伫台湾这个这么有创意的所在，有同款的演出搁要来吼。啊，真的。有无同的哦？有，你先帮我听。你先帮我听。啊，要看无同的，你爱听啥哦？有，但绝对别的啦。哎呦，刚才发生这正经。哎呦，老哥呢？哦，啊，丢谁？阿妈嘛，以前啊，哦，个天命啊，都只姜牙姐来哦，都只我咧小小，哎呦，都只姐，啊，过来拢退了了哦，都只请假咧，都只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呢？都只个代表那个合一文化传承舞团的景如公的那个军天社神像团，哦，足厉害，好看哦，哎。那科大门外头叫啥？可能是恁的前辈啊。嗯，恁在来钓啊？哎，平常时哦，安尼看伊安尼臭肥，爱看人，还讲哦爱看辣妹，啊，无想到讲哦是前台，哦，一脸正气呢。哇，王玉清，你可真敢讲呢吼！哎呦，我是讲实话啦。哎，我今天拢不要紧吼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哎，多谢吼。哎，人家推荐伊，拢都我都接受，无问题啦。嗯。哎呦，胖哥啊！啊，伊做徒弟啊，我也是太忙了，我嘛想要做胖哥徒弟呢。我嘛没。你这里有师兄在此，你拢无问过，你安尼挑拨人过，迄做无尊重人个呢？嗯，你若要拜师，唔就先问你师兄要不要收师弟师妹？你收师很奇怪，收师弟师妹。
惊死人。哎，对啊。不然，那能力我也在考虑。啊，能力哦。哎呦，那不进步来啊！都跟爹都回来，安尼，你俩在拜师，你先拜师呀。哦，阿达你客气嘞哦。好啦，徐东山呀，你别刚刚我都讲安尼吼，其实我还不错，我如果还不错，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掌声吗？啊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下官。阮这个前辈哦，就甲伊外口的名声同款啦。哎、欸，我外口名声款啊。爱臭屁，品味阁高嘞。我跟你讲，我送你三个字。好、哦。叫做臭屁的。怎样呢？我有那个本钱啊。所以。好了，你三个卖对我的外卖，好、哦。你三个做不好，今仔给你的运气啊，真正有够好，同一间庙哦。会当看到两种家长，哦，都在看阮观众秀，是，或者什么十家长的镜头要来啊？今仔日去看有十家长，无错。进来啊，阿董总，进来啊，进来，来，别看人，等下，你从哪？你又去要讲什么啦？去七千步，我有一头二，来，三爷，我来为大家开车路的，哦，你老恁啊，阿恁给我看一下，我二有标准无哦？哎，老师，给我请财，请财，我别弄起来哈。好，关注税后，请财，请财。哎呦！你这么年轻，你得更叠哦。我笑没有够快。不要丢人现眼，你等啊，请弄钱。我听，六条，一针你家更起来好条，我下名著十几页。哎，你做。好，你等来哈。哎，两间叫声啊，这两家有无呢？好啊，欢喜到，欢喜到，欢喜到！我跟你讲，哎、我跟你讲，你直接要行行登台吧。啊，我住家人呢，行登家人。老早行。好，来，别紧啦，欢喜就好啦，而且咱即摆吼，咱已经感受着迄个气氛啦。对。后续来，强名台北中吉堂本馆十家长。哎呦！我这位是这个，你不待定了。对，而且吼，就是即摆咱看到，都是咱台北中吉堂本馆是家长，两位小师弟，因这阵的吼，搁捌得过2023年金鹰斗阵杯家将类的最佳竞技奖，这厉害哦！哦，所以师傅讲比较懂。有咩无恁两件，有可能真好哎。今年看到热闹，眼光是咚咚上强的啦。三分冠是家长，哇，这规个安尼现场安尼热闹，滚安尼足好个，气氛足好个啦。所以生意你敢看？我就讲吼，咱快乐进香团是来个桃园，真正唔那是看热闹，熟悉地势看闹热，咱搁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，你敢看？是的，你来个阳光剧场。你著秘书真正缀一张进香，规路安尼看过，我天我众也受惊，你看这两起啊，对啦，唔知平常时歹代志做偌济，甲家长都请到黑地方来，代表你的面啊，立大张卖讲这款真正的代志，讲这是安尼啦吼，哦，人有人感，哎，鬼有鬼感，哎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先啦，互相啊，卖干以后，互相呢，就不有遐有诶无诶代志啊。哎呀啦，咱讲笑话还讲笑话啦。其实咱不管是观众秀也好，还是家长也好，拢是伫诶新边界替咱安定人心啦。是。哎，是讲，咱拄则看到观众秀啊，万家长，即穿梭阴阳两界啊，修好恶鬼诶即个状态啦嘛。感觉有什么款刺激的点头头？感觉刺激的点头。对啊，那时间来了。哎呦，那刚刚那说话呢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提起来被他勒的。哎，你冷静点。哎，这么大，你那么功力的。再，太差你个。你又来啊！你
冰行起来。好厉害呢，阿老板！我拄只看遐大只呢，我惊一个，想袂到你不但无惊，哈、而且你甲伊都生得出神，不是？我怎么说？就是你，不是你可怕啦，就是讲哦，你最近有法度甲收好，你可会当看看哦，敢有法度行呢？哦，真正，我跟着咱进入团这几年来，我学着，搁加一项啊，什么一项？搁伫你身躯顶。我学到的就是物以类聚。来来来，这步我袂甲你教，来你来，小贵了，贵了啦，笑，过来，我要拜天公庙，出去。你就无学着啊吼！啊，遐你做星星无遐简单，我甲你讲，啊，你都乌毛白来，你才戆到地嘞！我来讲哦，今仔个顶头啊，拢足进步呀！啊，道具嘛做甲足好足好势啊！是，拄只一只大猩猩，都足神个啊！哎，真诶有神个！伊大小帮正经啊！今仔听讲过另外一款，搁较真，搁唔搁较真诶？有啦有啦！星星都已经有够大只，有够神的，还够够神，我唔知。来来来来来，师，你直接体验就好，我帮你服务。你啥个？你挂就知啦。你擦擦擦擦擦擦擦，好哟。哦。哎呦，妈妈个惊着嘞。哇。真正是好厉害哦。哇。大家要拍照可以哈，但是也不用紧张，别惊哈。小兰，小兰，我等一下一条狗的小兰，等一下一条小小兰。哎，大家让大家欣赏哦。大家去上去了有够啊！哎呦。